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，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到十四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土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：我们也同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网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二百棹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本周箴言，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好高兴今天有机会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那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记载呢？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记载呢？耶稣复活以后，耶稣复活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有好多的凭据咧，活活咁样显俾使徒睇噃。经文说有四十天之久，他向他们显现。其实有四十天之久咧，就向他们显现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这四十天里的某一天。今日的经文就记载在这四十里面的某一日。复活的主向他的门徒第三次的显现。复活的主向他的门徒第三次显现。让他们再一次亲眼见到复活的主。让他们亲眼再次看到复活的主。亲身经历复活的主。亲身经历复活的主。复活的主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。复活的主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，不是一个幻觉，不是一个幻觉，更不是一个鬼魂，不是一个鬼魂。复活的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复活的主是看得见摸得到的，是可以说话，是可以吃东西的，是可以说东西，是可以吃东西的。复活的主不是冷冰冰的，复活的主不是冷冰冰的，好像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一个主，好像遥不可及高高在上一样。复活的主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复活的主还是好像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充满慈爱怜悯，充满慈爱和怜悯一样，还是那么去愿意的去帮助人，就是这样愿意去帮助别人，去引导人，去引导人，甚至亲自去服侍人，甚至亲自这样去服侍人。
我们把主耶稣在湖边向门徒显现的这段记载，我们在湖边主向人显现这段记载呢，就是文馨姐妹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，就好像文馨姐妹刚刚读过这段经文。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个场景，我们大约就将它分成三个场景，来体会主耶稣对门徒的爱，来到体会主耶稣对门徒的爱，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，体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，第一场我们看一看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耶稣站在岸上。这里有以彼得为首的七个主耶稣的门徒，这里是彼得为首的七个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看到他们出海打鱼，我们看到他出海打鱼啊，这里的海就是提比利亚海，就海呢就是提比利亚的海，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加利利湖，其实我们就很熟悉的加利利湖啦。不少圣经学者都批评彼得他们打鱼这件事情，不少的圣经学者都批评彼得他们打鱼的事情，认为他们这个是重操旧业，说他们重操故业，没有去好好传福音，没有这样好好去再传福音，没有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，没有再去做他们当做的事情，辜负了主耶稣对他们的期望，辜负了主耶稣对他们的期望。因为三年前，因为三年之前，主耶稣正是在加利利湖，主耶稣正在加利利湖呼召了他头几个门徒，呼召了这几位的门徒，要他们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鱼，要他们从今以后得人如得鱼。而且门徒们当时也确实是抛下了渔船，抛下了渔网，其实门徒当时真是抛下渔网，抛下渔船，抛下了一切去跟随耶稣，抛下了一切去跟随耶稣。但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加利利湖呢？但是门徒当时为什么会在加利利湖呢？那是因为耶稣在受难以前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受难之前就清楚告诉过他的门徒，就很清楚地告诉门徒，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我复活之后要在你们之前去加利利去。这是耶稣亲自对门徒讲的，就是耶稣亲自这样对门徒说。而在耶稣的空坟墓外面，就在耶稣的空坟墓之外，天使大家记得对这妇人们还这样说了同样的话，就是天使对那些妇人呢都是讲同样的说话，也让他们去告诉门徒主耶稣复活后要往加利利去，就让他们跟门徒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就要去加利利了。但耶稣或者是天使都没有告诉这个门徒他们见面的具体的时间，但是主耶稣和天使都没有具体地告诉门徒他们会面的时间，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们是在等待耶稣的出现，所以那时候的门徒其实是等待主耶稣再出现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门徒也需要吃东西填饱肚子门徒都要吃东西去填饱个肚子，那他们就选择去打鱼，他们就选择再去打鱼了。因为门徒当中本来就有很多是渔夫，是吧？因为门徒当中里面都很多是渔夫的，那一边打鱼一边等主到来，就一边打鱼一边就等着主耶稣再回来，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事，我就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事。那换了我，我一定也跟彼得去打鱼了，如果换着我就一定跟彼得去打鱼了，总比无所事事要好，是吧？总比无所事事这样好啊。那打到鱼可以吃，打到鱼就可以吃，多的鱼还可以卖钱补贴生活，多了鱼就可以卖钱去补贴生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何乐而不为啊？天将亮的时候呢，是长夜将近的时候，天将亮的时候就是长夜结束的时候，是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，是新一日即将开始的时候。那我就很喜欢早晨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就好中意天光亮嘅时候啦，早晨嘅时候，因为是充满希望，系充满咗希望啊。但对于这群门徒来说，但系对呢班门徒嚟讲，这却是一个充满失望嘅时候，系充满咗希望嘅时候。加利利的人都是在晚上打着灯在湖里面打鱼，加利利嗰啲人咧都系夜晚就喺嗰度打鱼嘅。我们刚才读到门徒们忙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我们读到门徒就忙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但却没有打到一条鱼，但是都没有打到一条鱼。
如果你是这七个门徒当中的一个，如果你是其中一个门徒，七个门徒里面其中一个呢，你当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你当时会是怎样的感受啊？相信一定会很失望，很沮丧。相信呢，都是一定是很失望，很沮丧了。门徒们打了一晚上的鱼，门徒呢打了一晚的鱼，一定是又累又饿，一定是又肚饿又累，可能还又冷又湿，可能呢又冷又湿啊。他们打了一晚上的鱼，空手而归。他们打了一晚的鱼，但是呢空手而归。心里面可能是烦躁不安的，心里面呢可能是烦躁又不安，忙了一晚上一无所获，忙了一晚呢一无所获。新的一天吃的可能都还不知道吃什么啊，过了一天可能都不知道要有什么可以吃。接下来生活又怎么办呢？啊，接下来呢生活怎么搞呢？他们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，我们心里面呢有很担忧。那对门徒来说啊，对门徒来讲，他们的主刚刚被钉死，他们的主刚刚被钉死，当时的社会对基督徒很敌意啊，当时的社会对基督徒呢也都很敌意的，基督信仰呢也是被逼迫的，基督的信仰是被逼迫的。虽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虽然主耶稣是复活，虽然他还向门徒显示了已经两次了，虽然他同门徒是显现了两次，但突然又不见了，但是突然又不见了。主现在在哪里？主现在在哪里？门徒将来应该去做什么？门徒将来要去做什么？怎么样去生活呢？怎样去生活呢？对于未来他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问号，对他们来讲未来是很多的问号，有很多的不安，有很多的不安。而就是当门徒在这样沮丧失望的时候，就是当门徒在那阵时又沮丧又失望的时候，在这样的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一大清早，一大的清早，主耶稣就来找到他们，主耶稣就找找到他们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每一个挣扎，每一个软弱，我们每一个挣扎，每一个软弱，我们每一个需要，我们每一个需要，主都知道。主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，主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主，他是顾念我们需要的主，他是顾念我们需要的主。他当年主动地去找到门徒，他当年主动地找到门徒，他今天也主动找到我们，他今天也都主动地找到我们。主借着各样的人，主找到各样的人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把他的爱带给那些人，将他的爱带给那些人。上周宣教年会，李伟强牧师提到，上周宣教年会，李伟强牧师提到，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，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，上帝借着他，借着角声这个福音机构呢，上帝藉着他，藉着角声这个机构呢，就把灾区所需要的这些捐款啊，一些他们筹到的，就及时送给有需要的人。啊，就藉着佢哋咧，就啊将呢个及时筹到嘅捐款咧，就送到去灾区，帮助灾区的这些人重建学校。啊，帮助当地嘅人咧重建学校。那在人看来，啊，在人嚟睇，这是李伟强牧师和角声这个机构做的事情。就系李伟强牧师同角声布道团佢哋所做嘅事情。但如果不是上帝的爱，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爱，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，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安排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。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，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我和洪川也在成都，当时我和洪川呢当时都在成都。那当时地震离成都不到100公里，这个震源。当时地震的震源离成都都不够100里。那我当时在一个保护动物的机构工作。我当时在一个保护动物的机构里面工作。那地震以后呢，我们机构马上就准备要进入灾区救援。啊，地震之后呢，我们的机构马上呢准备去进入灾区。那我们虽然是救动物的哈。我们虽然是救动物的。但我们的很多这些兽医啊，还有护士，都是各个国家来的，经过良好训练的。我哋嘅兽医啊、护士啊，都系从各个嘅国家嚟到，佢哋都经过好严密嘅紧密嘅训练嘅。对基本的救护啊、药物的使用是非常熟悉的。啊，对基本嘅照顾啊、药物嘅使用啊，都系好熟悉嘅。所以当地政府一看，就给我们有一个批文，还有专门要贴在那个车前面才可以进去。
啊，當時咧政府咧就俾我哋一個批文啊，貼喺個車裏邊咧啊，先至可以入去嘅。那我就知道當時要進入這個災區呢，啊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啊，我就知道咧，當時要進入災區咧就非常都唔容易嘅。因為有太多人太亂。因為有好多人係好亂嘅。那我們機構在當時是地震的第四天就拿到了許可證。我哋嘅機構咧，當時喺第四日咧啊攞到呢個啊進入證。要進去的地方呢，根本不能是去重災區的。啊，要進入嘅地方呢，根本都唔係重災區。所以那天我聽到李偉強牧師分享。所以嗰日咧，我聽到李偉強牧師嘅分享。我就知道，如果不是上帝開路，我就知道唔係上帝開路。如果不是上帝的帶領，唔係上帝嘅帶領，李偉強牧師他是很難在第一時間就進到災區的。李偉強牧師係好難係第一時間進入去災區裏邊。而且從時間上來看，而且從時間嚟睇。李伟强牧师原本是住在生活在加州的一个人，是吧？李伟强牧师啊，佢基本上系住喺加州噶，系咪啊？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的人。喺太平洋另外一边嘅人，怎么可能在地震那个时候，他刚好就在中国呢？点解会喺地震嘅时候刚好佢喺中国呢？还能够很快地进入到灾区呢？而且好快咁样进入到灾区呢？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上帝的安排。我相信呢背后一定系上帝嘅安排。主知道灾区的人他们的需要。主知道災區嘅人需要幫助，他就主動差派自己的仆人，佢就主動咁樣差派佢嘅仆人去到他們當中，去到佢哋嘅當中幫助他們，幫助佢哋，把上帝的愛和真理帶給他們，將上帝嘅愛同埋真理去俾到佢哋。弟兄姐妹們，你們有這樣的經歷嗎？弟兄姐妹，你有冇咁嘅經歷啊？我們有沒有像當時的門徒一樣？我哋有冇好似當時嘅門徒一樣？在難處當中，喺難處裏邊。在失望无助的时候被主找到的经历呢？在失望无助的时候被主找到的经历呢？我们教会的二楼有几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集。我们二楼有几本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集。其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经历。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们把他们的见证写下来，我们收集在那个见证集里面。他将见证写下来，我就收集了在这个见证集。他们可能是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他们或者是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或者是当他们人生遇到难处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或者他们在人生难处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主耶稣就主动地来找到他们。主耶稣就主动地来到找到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那过去这段时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、好几家人都新加入我们教会的。过去呢有几位弟兄姊妹、几个家庭都新加入我们教会。我再次欢迎你们，也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把这些见证集寄来看一看。我欢迎你们也都鼓励你们有机会拿见证集去阅读去看。那主耶稣主动来找到我们。主耶稣主动这样找到我们。不光是来看看我们而已，不是单单来看看我们这样的，他还带我们带给我们及时的安慰，他带给我们实际的安慰，带给我们指引和帮助，带给我们指引和帮助，就像当时主找到他的门徒一样，就好像当年主找到他的门徒一样。他不只是在岸边看了一眼打个招呼而已，他不是只是在岸边看一眼打个招呼，好像给门徒看看，看看我复活了第三次了，你们要记得就走了。又或者同门徒讲你睇下啦，我复活啦，睇下我啦，跟住就拜拜走咯。主是清楚的给他们有指引。主耶稣系亲自咁样俾佢哋有指引，为他们解决他们当前的难题，为佢哋亲自咁样去解决当时嘅难题，给了他的门徒非常及时的帮助，俾佢门徒当时及时嘅帮助。主的爱是可靠的爱。主的爱是可靠的爱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场景，然后我们接着来就看第二场的场景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从船上看不清楚主耶稣的样子。门徒当时在船里面就看不到主耶稣的面的样子。可能是因为清晨又隔得很远，有一百米远差不多。又或者当时是清晨啦，朝早啊，大概都好远，有一百米咁样咁远。但他们听清楚了主耶稣问他们的话。但佢哋听清楚主耶稣问佢嘅说话。耶稣站在湖边。耶稣站在湖边。远远的问他们。远远咁样问佢哋。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小子，你哋食咗嘢未啊？
耶稣在这里称他的门徒为小子。主耶稣在当时呢称他们做小子。修订本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孩子们。小子呢当时的翻译就是孩子们。英文是写的是 children。英文呢写着就是 children。所以是孩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就是孩子啊，你们有没有吃这些东西啊？大家可以体会哈，这是非常亲切的称呼。大家听到这个很亲密的称呼啊。就好像父母在呼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就好像父母这样呼唤他的孩子一样。耶稣问他们有吃的没有？耶稣问他们吃了东西没有？没有东西吃啊？更准确的翻译呢？准确的翻译呢？是有吃的鱼没有？有没有鱼可以吃呢？鱼都没有打到，是吧？他们打了一晚上，哪来吃的鱼呢？鱼都没打到，打了一晚都没鱼，哪里有鱼啊？于是我们就看到下一幕。我们就立刻看到下一幕。主耶稣在岸上远远地开始指挥门徒。主耶稣远远地样就在岸上指挥门徒。让他们把鱼网撒在船的右边。让他们将鱼网撒在船的右边。结果门徒打到满满的一网的鱼，就使门徒打到满满的鱼，一网的鱼。这个场景大家觉得熟不熟悉啊？这个场景大家觉得熟不熟悉啊？应该很熟悉哈。应该很熟悉啦。因为两个月以前我们才讲过类似的一段经文。因为大约两个月之前呢，我哋先讲到类似的经文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如果你仲记得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同样是发生在加利利湖边的一件事情。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亦都记载了差不多的事情。同样是门徒打鱼，打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一无所获。同样呢，都是门徒在船上面打了鱼，一晚都打不到任何的鱼。可就当耶稣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，要下网的时候呢，他们也同样打到很多的鱼，但是同样打到很多的鱼，多到网都差点要破了，多到网都差不多要破了。当年彼得撒下渔网的时候，当年彼得撒下渔网的时候，一定没有想到会打到这么多鱼，一定没想到为什么会打到这么多的鱼。那三年后的这一次，三年之后的这一次，门徒们又下网的时候，门徒们呢又撒网的时候，也不会想到打了这么多鱼，亦都想不到会打到这么多的鱼。因为前后两次他们下网的时候呢，因为前后两次他们他们撒网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不知道都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就是主耶稣，这个天地的主。他们都看到不知道这个说话的人呢，就是掌管天地的主耶稣。但在这一天，当他们再一次经历到类似的神迹的时候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他们再一次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耶稣说话那个门徒，这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就是约翰，经文里面就讲这个是约翰，他马上就反应过来，他马上呢就反应过来，岸上的这个人不是其他人，岸上面这个人呢不是其他人，正是他们复活的主，正是他们复活的主，跟当年的门徒一样，跟当年的门徒一样。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听主的话，牧人愿意听主人的话，愿意顺服他的指引，愿意顺服他的指引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，经历到他给我们各样的帮助，经历到他给我们各样的帮助。而我们每一次的经历呢，但我们每一次的经历呢，其实都是在经历主的信实和他的慈爱，其实都是经历到主的信实和慈爱。其实就像主耶稣当年对门徒说话一样，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同门徒说话一样，主耶稣今天照样常常的对我们讲话，主耶稣今天时常都同我们讲说话，只不过他今天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，当年呢就是藉着圣经同我们说话，可能借着今天现在讲道对我们讲话，又或者今日今时藉着讲道对我们说话，借着主日学对我们讲话，藉着主日学对我们讲话，包括我们每周查经分享的时候，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，他都可以对我们讲话。包括我们查经藉着弟兄姐妹的分享，藉着这样跟我们讲话，来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去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前几天我们国语部的全年读经看完了这个尼希米记。前几天呢我们查经呢就看尼希米记。本来有一个分享，当时想分享，后来怕太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所以留到今天来分享。
啊，當時咧就諗住有個分享，但係諗住咧就可能太長耽誤時間，就等到今日就同大家分享。那在我讀神學的時候呢？啊，當我讀神學嘅時候，有一天我們幾個同學一組啊，在練習要做一個演講，要上台做演講。我哋幾個同學咧就一組就要準備上台做一個演講。那突然呢，小組裡面就有一位姐妹就說。突然之間咧，組裏邊有一位姊妹就咁樣講：，我覺得要在大家的面前，特別還要站在一個台子上講話，那太尷尬了。我覺得咧喺大家面前，特別係站喺台上去同大家講嘢咧，就好尷尬嘅。他說我會很不自在，就我都好唔自在嘅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好像高高在上、高人一等一樣，就好似自己咧就高高在上、高人一等咁樣。他覺得我們應該跟大家站在同樣一個地面上，就是。谦卑一点，好像就好似我哋要同大家企喺同一个位置谦卑啲咁样啊。那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来鼓励他。我哋几个同学咧就一齐嚟鼓励佢。因为他不上去不行嘛，我们是一个小组一起都要上去，他不上去怎么行呢？因为佢唔上去唔得啊嘛，我哋小组同一齐要讲噶嘛，唔得噶嘛，冇佢。咁告诉他你要放轻松一点。就同佢讲咧大家轻松一啲，放松一啲。要 take it easy。要 take it easy。但是所有的好多话都没有用。但系讲咗好多说话都冇乜用啊。这时候呢，我有一个叫 David 的同学说了一句话。嗰个时候咧，我有一个叫 David 嘅同学讲咗句说话。他你不用担心。咁你又唔使咁担心啊。因为上台讲话，这个是符合圣经的。因为上台讲嘢咧系符合圣经嘅。This is biblical， 我还记得他讲。biblical 系符合圣经噶。那我们一下都不讲话，都很好奇啊。咁我哋突然之间咧都唔讲话咯，我觉得好好奇。站在台上去讲话、去讲演，还有什么符合圣经的有没有？站喺讲台喺上边讲说话，有乜嘢符唔符合圣经噶？然后这个叫 David 同学一边说，就一边翻开《尼希米记》8:4。咁呢個同學咧就一路講就打開尼希米記8:4。我們一起來念一下哈。我哋一齊嚟讀。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台上。對不起，那多打一個字。那文士以斯拉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台上，因為當時以斯拉要向以色列民要宣讀上帝的律法。文士以斯拉咧就站喺呢個特別嘅木台上面咧，就要同大家宣講上帝嘅説話。都很驚訝 ，David 居然連這麼一句不起眼的經文他都記得。好驚訝啊 ！David 咧連呢句咁唔驚異嘅説話佢都記得嘅。但更讓我們驚訝的時候呢，是這句話一講出來，我這位同學馬上就笑了，他就不擔心了。最驚訝嘅咧就係當 David 一講呢句説話時候咧，那個同學咧就笑一笑，跟住咧就唔係好怕咯。聖經上的話就是主對我們講的話。聖經上面嘅説話就係主對我哋講嘅話。可以說是不同形式的，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，就必得着。就好似咧唔同嘅事情咧，你哋將網撒落去咧就必得着。有很多主對我們的指引。有好多主對我哋嘅指引。只是可惜，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就太关注自己面前这个困难。但好可惜咧，我哋好多时候都关注住我哋自己嘅困难，或者太关注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又或者太关注我哋自己喜欢嘅事情，忽略了主的声音，就忽略咗主嘅声音。而就算我们听到主的话，就算我哋听到主嘅说话，我们知道了他的吩咐，我哋知道咗佢嘅吩咐，明白了他的心意，明白咗佢嘅心意，我们常常可能也不愿意去做。我哋都好唔中意去做，所以很难经历到主对我们的带领和帮助，亦都好难去经历主对我哋嘅带领同埋帮助。所以我们可能信心还越来越软弱，又或者我哋嘅信心越嚟越软弱，甚至还怀疑上帝的爱，甚至要怀疑上帝嘅爱。其实就连当年的门徒，就算当时嘅门徒，如果他们不按照主的命令下网的话，如果佢哋当时唔按照主嘅命令去下网咧，同样打不到鱼，同样揾唔到鱼，经历不到神迹。经历唔到神迹，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姊妹啊，遵从主的命令，遵从主嘅命令，使我们经历神迹，经历上帝的前提，系我哋经历上帝神迹呢一个前提，使我们经历上帝的慈爱，得到他的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系经历上帝嘅慈爱祝福呢一个好重要嘅途径，一个必要的环节，一个必要嘅环境。圣经中有很多有关人际关系的教导，圣经里边有好多关于人际关系嘅教导。其中我们很熟悉呢，可能就是下面这一句。其中我哋好熟悉咧，就系下边呢一句啦。
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在座有没有生气的人呢？在座当中有没有发怒的人呢？那我其实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。其实我自己都是脾气不好的人。那生气的时候呢，我也说过好多让红川很伤心的话。生气的时候呢，我都讲了很多令红川好不开心的事。我甚至很生气的时候还摔过东西。我甚至很不高兴的时候呢，就将东西丢的。我们家的那个 Tower Fan 那个落地的电扇就被我摔坏的。我哋屋企嘅嗰個坐地線咧，就俾我咁樣整爛咗。然後後來我把它修好了。後來咧，我將佢維修好。但我以前呢，總是給自己找理由。但以前咧，我總係將自己去揾理由。我會跟洪川說，我不想這樣啊。我同洪川講咧，我都唔想咁樣嘅。我真是不想這樣。我真係唔想咁樣嘅。但我跟他說，我生氣的時候控制不住自己啊。但係我發嬲嘅時候，我都控制唔到自己啊。所以我跟洪川以前是常常的吵架。所以我同洪川以前呢就成日都闹交喎。那谢谢洪川给我很多的包容，给我很多的很多的忍耐饶恕。多谢洪川呢，俾我好多嘅忍耐，俾我好多嘅饶恕。他一直为我祷告。佢咧一直都为我祷告。他时不时找机会来提醒我。佢时不时咧就揾机会提醒我。有时甚至他让我看一个电影。就或者咧带我去睇下电影。我看了一半，我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。我看到一半呢，我就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。他在我旁边笑，我就在旁边这样笑。那个修好的风扇呢、或者这个维修好的风扇呢，虽然可以用了，但是那个脖子老是歪的。虽然还可以用，但是那个风扇呢还是歪的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呢，也提醒自己生气不要犯罪。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呢，也都提醒自己生气却不要犯罪。那圣灵也光照我，圣灵也都光照我，让我真的看到自己没有遵行主的话，让我真系睇到冇遵行主嘅话。我开始努力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。我开始努力咁样控制自己嘅怒气，控制自己生气的时候我的言行。控制我自己发嬲嘅时候我嘅言行。感谢主，当我顺服上帝命令的时候。感谢主，将我顺服嘅主嘅命令嘅时候。我和洪川，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融洽，很甜蜜。我同洪川嘅关系就变得好融洽甜蜜啦。就很少有吵架，就好少去再闹交啦。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啊，主的话是带着能力的。主嘅话系带着能力的。我们只要按着他的话、他的吩咐去做，我哋只要按着佢嘅话、佢嘅吩咐去做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慈爱。我哋可以经历到佢嘅大能同埋慈爱。主耶稣爱他的门徒，主耶稣爱佢嘅门徒，主耶稣也爱我们，主耶稣亦都爱我哋。他不光主动找到他们，他不单止是主动去找到他们，他不光是给他们及时的帮助，他不单止是给他们及时的帮助，满满一网的这个鱼的供应，满满一网的这个鱼的供应，主耶稣还陪伴他们，主耶稣也都陪伴他们，还亲自的服侍他们，亲自去服侍他们。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个场景，我接下来看第三个场景。门徒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门徒上了岸，就看到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这是多么温馨的一幕，是几咁温馨的一幕。门徒们打了一整夜的鱼，什么都没有打到。门徒打了一夜的鱼，什么都找不到。但在主耶稣的一句话下面，但是在主耶稣这一句话里面，他们打到满满一网的鱼，他们打到一网满满的鱼。而我想即便这样，他们一定还是很累很饿。我们看到当时应对他们是很累很肚饿的。主耶稣作为门徒们的老师，主耶稣作为门徒的老师，被他们称呼为主，被他们称为主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他没有说我让你们打了这么多鱼，你们快拿几条鱼烤给我吃。他没这样说，你们打了这么多鱼，拿几条来烧给我吃。他完全能知道门徒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多累。他完全知道门徒当时是多累。他爱他们。他爱他们。怜悯他们。怜悯他们。所以当门徒上岸的时候。所以当门徒上岸的时候。主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炭烧鱼饼。主耶稣已经帮他们预备炭烧鱼饼了。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，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，主耶稣突然出现在岸边，主耶稣突然出现在岸边，他都在问这个门徒有没有鱼可以吃，他问这个门徒有没有鱼可以吃，
他从哪儿来的鱼跟饼做早餐呢？去边度有鱼同埋饼嚟做早餐啊？他们说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都可以喂饱五千人。我哋知道主耶稣五条鱼两个饼都可以喂饱几千人，都可以变出很多的鱼很多的饼，都可以变出好多个饼好多嘅鱼。变几条鱼几个饼给七个门徒吃，那一定不在话下。變幾個餅變幾條魚俾門徒吃，當然係冇問題啦。因為他是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主。因為佢係說有就有，命立就立嘅主。那現在大家想象一下。啊，今日我哋而家睇一睇啦。想象我們自己就是這一群門徒當中的一位。我哋自己係呢一群嘅門徒其中一位。我們現在剛一上岸。我哋今日啱啱去上岸。就看到主耶稣坐在火堆旁边，就睇到主耶稣坐喺炭火嘅旁边，正亲自为我们烤饼烤鱼，就亲自咁样为我哋烤饼烤鱼，还邀请我们一起来吃，仲邀请我哋一齐嚟食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？又会系点样嘅感受呢？而当我们，坐下来坐在火堆旁边的时候，当我哋坐下嚟坐喺呢个火边嘅时候，那主耶稣又凑上来，主耶稣又再嚟啦，拿着饼跟鱼，攞住呢个饼同埋鱼，很掰开饼，扑开佢，递上鱼，递上呢个鱼，亲自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，亲自咁样放喺我哋每一个人嘅手里边，那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？咁样会系乜嘢嘅感受呢？我觉得这是温馨而且不可思议的一个场景。我就觉得是很温馨，是不可思议一个场景。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？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？因为这个时候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。因为那时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。是战胜了死亡的主。是战胜了死亡的主。是有了荣耀的身体的主。是拥有荣耀身体的主。他不再受死亡的约束的主。他不再被死亡限制的主。他很快就要升到天上。他很快就升上天上。会坐在上帝的右边。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。那原本应该是这些门徒来感谢他服侍他才对的，而应该是那些门徒去服侍他感谢他才对的。但主耶稣居然放下一切的尊贵荣耀蹲在火堆边，但是主耶稣竟然放下尊贵荣耀蹲在那个的火边，为他的门徒做早饭，为那些门徒去做早餐，好像为自己的孩子做饭一样，就好像和自己孩子去做早餐一样。经文这里说，经文里面讲，门徒们都知道是主，门徒们都知道是主。为什么知道是主呢？为什么知道是主呢？这里的主是复活的主，这个是复活的主。他的样子很可能发生了变化，他的样子可能是发生了变化。那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，就是说耶稣复活后他的变了形象了，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就说耶稣变了样子，所以门徒认不出来，所以门徒就认不到他。但门徒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但是门徒看到面前发生一切的事情，就确实的知道，就确实就知道了。面前这位正在面前这位这个人就正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三年的主。面前所出现的就是朝日相见同你一起三年的主。因为独行其事的主的大能没有改变，因为独行其事大能的主是没有改变，而且主这样谦卑的服侍他们的那份爱没有改变，而且主耶稣谦卑地服侍他们那份爱是没有改变。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，这样令我想起当时是读书的时候，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跟洪川在这边没有家人，因为我跟洪川当时是没有家人。那感恩节的时候呢，李牧师师母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。感恩节的时候呢，李牧师和师母就请我们是去屋企里面，而吃这个感恩大餐。吃这个感恩的大餐。旁边那个不是洪川，而是另外一个我要讲的。旁边那个呢都不是洪川我们一起的时候啦。李牧师做了一大桌的菜给我们吃。李牧师呢煮了一大堆的菜给我们吃。我像现在大家一样，我好多吃过牧师做的菜都记得，牧师做的鱼特别好吃。但大家吃过牧师的饭呢，都知道牧师所煮的鱼呢就灵性好吃的。很有意思啊，这照片上面正好有一只鱼。好有意思呢，照片嗰度咧真系有条鱼。还有做了一大锅很好喝的汤。
亦都煮咗好大鍋好好食嘅湯。那對於舉目無親的我們來說，舉目無親嘅我嚟講，當時就是回家的感覺。當時就是回家的感覺。當時就係好似回家咁樣嘅心情一樣。Jeffrey 肯定也吃過牧師做的飯。當時都吃過牧師所煮的飯。那相信我們教會很多弟兄姐妹都吃過 好多都吃過李牧師做的飯菜。當時我們很多弟兄姐妹都吃過李牧師為我們煮的飯。有這樣的經歷，有這樣的經歷，像我們的 Jeffrey 弟兄一樣好像我們一起這樣。那後來我去了加州工作，後來我去了加州工作，我發現我加州聚會的那個教會的黃牧師也很會做飯。發現我們在加州那邊的黃牧師都是用這樣好吃的煮飯。我都很驚訝這些牧師怎麼都能很能做飯。我們很驚訝為什麼牧師都可以這樣做煮飯的。到我這一代就已經變化很大了。到我這代都變化很大了。而且他們都是有什麼做什麼不用特別買什麼材料都做得非常好吃。他們就是有什麼就做什麼就會做得好吃的都不用特別去買。那我們在加州每次門訓做完門徒訓練以後呢，當我們加州每一次做培訓的時候呢，我是在做門訓以前做文宣之前，黃牧師為了方便我們幾位弟兄，黃牧師為了方便我們弟兄姊妹幾位弟兄，每週都會做一頓飯給我們吃，每一個星期都會為我們煮飯的，每一次他都是親自下廚，他不是去外面買的，每一次他親自下廚不會在外面買的。那飽餐一頓之後呢，我們再開始文宣，吃飽之後我就開始去文宣了。後來為了鼓勵當時我們那邊教會弟兄們去參加那個 BSF，後來為了鼓勵我們很多弟兄姊妹參加這個 BSF， 就是一個國際查經團契，是一個國際查經的團契。黃牧師每週會為七八個弟兄，都胃口很好的，七八個弟兄做很多飯菜。黃牧師都會為七八個很有胃口的弟兄姊妹做飯菜，親自送到教會，親自這樣送到教會。我們的主耶穌，我們身邊很多的牧者，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我哋主耶稣，我哋身边嘅牧者就系好嘅榜样。包括我们在座好多的弟兄姐妹们，包括我哋当中好多嘅弟兄姊妹，都用主的爱谦卑地服侍了很多的人。用主嘅爱谦卑咁样服侍好多嘅人。清晨的加利利湖边，清晨嘅加利利湖边，复活的主耶稣向他的七个门徒显现。复活嘅主向亲自呢一班嘅门徒去显现。主耶稣站在湖边，主耶稣站在湖边，问候他的门徒，问候他的门徒，指引他们下网打鱼，指引他们下网打鱼，又在岸边升上炭火，又在岸边升起炭火，亲手为他们做早饭，亲自这样为他们做饭，亲手把鱼把饼递给每一个门徒，亲自这样将鱼和饼递给门徒，简单的一个问候，简单的一个问候，一个邀请，一个邀请，一个动作，一个动作，却处处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浓浓的爱，处处都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浓浓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对人的爱，让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对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效法主的爱，要去效法主的爱，活出主的爱，活出主的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